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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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阿弥。请翻开《大乘妙法莲华经讲义》260页。好，今天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经文《法华经》的经文。好，舍利佛，若我弟子自为阿罗汉，辟之佛者，不闻不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罗汉，非辟之佛。好。这句话是讲说，说他跟大众讲舍利佛啊，如果我的弟子里面有自己称为他是阿罗汉辟支佛，又不闻不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事，就是一佛圣，如果他还不知道这个佛陀的这个一佛圣的教化，那么此非佛弟子，也非阿罗汉，非辟支佛。好，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若是真阿罗汉，他一定知道一佛圣的道理。这是在有佛的时候，有佛的时候。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又舍利佛，是诸比丘、比丘尼自为已得阿罗汉，是最后生究竟涅槃，便不复自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此辈皆是真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时的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除灭度后现前无佛。这就讲舍利佛如果比丘比丘尼自为已得阿罗汉最后生究竟涅槃就是在这有余涅槃到最后得到究竟涅槃然后他自己不求不复自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如果他不想成佛的话，就知道这样子的阿罗汉，自称自己是阿罗汉的那个是假的阿罗汉，他不是真阿罗汉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很容易会误认为自己是阿罗汉这个会发生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四禅天，四禅天最容易误解自己已经证悟了因为四禅天这个境界很容易会误以为自己证悟了这个是四禅天那么四禅天那个是这样那初禅二禅三禅也很容易，初禅二禅三禅也很容易只要定力功夫到某一个深度了，禅定还没有发那个空性智慧还没有到证悟的话比如说像证初果证初果它基本的需求的定力就是这个我们讲慧解脱阿罗汉好了，慧解脱阿罗汉最基本的定力，最基本定力，他没有发神通他只是慧解脱而已，最基本的定力要未到地定到初禅天接近初禅天或是初禅天，这样子的定力才有办法证到慧解脱慧解脱。那可是呢，有这样的定力不见得就是解脱啦，不见得就真的有证悟这个有很多
四众弟子常常在这一点上误认为自己有证悟的啊，有证悟的，这样子很容易会变成为证言证啊，这样会打到大妄语啊，为证言证啊，甚至他有时候他不是恶意的，他自己误认为自己证悟了啊，那这就是真上慢人啊，真上慢人。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啊，说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十等阿罗汉，若十等阿罗汉，若不信此法，不信一佛圣，不信《法华经》讲的这个啊，诸佛但教化菩萨是，好，诸佛菩萨只为了我们成佛而出现于世间，啊，开示悟入佛之自见而在这人世间啊，来成佛，啊，为了就是要教导我们要成佛。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的话，阿罗汉，真的阿罗汉不相信这样的话，无有是处。好，除佛灭度后现前无佛，除非佛灭度后然后你证阿罗汉，啊，就是正法时代、相法时代、末法时代，如果在这三个时代，末法时代大概几乎很难啊，要证阿罗汉很难。好，那相法跟那个正法还有不少的阿罗汉会出现，那么可是没有佛啊，他又没有遇到法华经啊，遇到法华经他不见得相信啊，因为佛不是佛亲口教他，所以呢他就会觉得啊，就会想要灰身免智啊，就想要入灭了啊，就想要入灭了。可就算他入灭了哈，进入涅槃了啊，佛呢还是会，佛的这个那个威神力啊，以及佛的慈悲加持力，他还是呢会到这个涅槃中啊，把阿罗汉请出来，他还是会去继续教导这些阿罗汉继续往前走。好，那是他方的佛，不见得是本师啊，他到其他国度也会被其他国度的佛在引导他。引导这个已经入涅槃的阿罗汉，好，这个以后我们有机缘会继续再谈这个。好，哎，所以者何？佛灭度后，如是等经受持读诵解义者，世人难得。就是说，佛灭度之后，啊，像《法华经》啊，《无量义经》啊这样子的经。要受持解读啊，读诵解义，那是非常困难的啊，非常非常困难的。若欲于佛于此法中，便得觉了啊。阿罗汉啊，他若自己证阿罗汉啊，他入涅了以后啊，他的因缘可能会在他方国度里面也会遇到其他的佛，他就会在这个法中啊，就会得到。啊，就会得到就近的了解，啊，变得觉了，就知道啊，事实上我还是要去成佛的，啊，我是可以成佛的，啊，我是可以成佛的，啊，就是一佛圣要讲的一个道理。我们看这个小字啊，这一段经文是释迦如来教诫我们如何鉴别真伪弟子。如果鉴别真的弟子以及伪弟子及真上慢人，凡是真修实证的佛弟子，虽然修证小圣果位，啊，必然不会昧于法身同等佛化菩萨的道理，啊，假是不闻不知不信此理，啊，不闻即不闻教义，不知即不知行义，啊，不信即不信理义，啊，就是他不闻不知不信，这样子的啊，不闻不知不信这一佛圣的道理，佛呢就是希望我们成佛这个道理，那么就非佛弟子啊，非佛弟子即非仁义，是一全师，那哪里是真修实证的阿罗汉辟支佛呢？好，所以真阿罗汉事实上他是相信大圣的，绝对相信大圣，这点很重要哦。真阿罗汉他决定
相信大圣，决定相信大圣。但是呢，在佛灭后，为什么大圣小圣之争呢？那是因为佛灭了，如果佛还在世，他就不会这样了。所以佛灭后几百年，因为一直相传的法不一样，各个派别的法不同，所以证阿罗汉的人，因为他的心阿罗汉的那个已经证了他有很多内涵，他是不相信的。比如举的最简单的例子，阿赖耶识，阿罗汉就看不到阿赖耶识啊。你即使证四果阿罗汉，你也不知道阿赖耶识，因为他的证的深度没办法知道阿赖耶识。所以你要他相信为是，他也很难啊。除非佛告诉他真有这个，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要真有佛在，他才有办法。所以才为什么有大圣小圣之争，在佛灭度之后他才会有这些争论。如果是实证的话，真修实证佛又在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慢慢教这阿罗汉说是真的有大圣，他就慢慢的就相信佛。所以真阿罗汉的话，他一定是相信这个大圣的教法。除非是佛不在，佛灭度后。我们看这个小字260页倒数第二行下面。因为凡是实证的二圣圣人遇佛是不会逾越大圣法的。遇到佛是不会不相信大圣法的。一些不定性者也可回小向大。不定性的这个罗汉他也可以因佛的教化而回小向大，所以二圣弟子必能闻知佛化菩萨的事情。如果都不闻知也无信相，那决定非佛圣弟子，亦非真的二圣，那是有佛在有佛在。如果有佛在，他还不相信的话，那么就表示他不是真阿罗汉。不是真阿罗汉。佛说二圣法，原为五浊障众暂令习苦，所以方便说见思断尽，名阿罗汉。阿罗汉是见思或断尽，见或思或断尽，不受三界后有名最后生，他就不受到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个六道轮回，所以叫不受后有。这有名最后生，这个有这个字很有意思。后有不说后有。有呢它就是一种就是有执着的意思。我有一个什么执着，我心里面有一样东西。有就是有一样东西放不下，所以它就没有证悟嘛。真证悟的话，身心是自在，它完全没有什么的，一切无所得。所以这个有这个字，当这个翻译翻译的很巧妙，很巧妙。还有一个字翻译的也很巧妙，就是那个结死，这个结跟死88结死，那个死那个大死的死，我们派到哪个国家那个大死那个死，这个死患的这个死，这个死它是意思是我们的烦恼然后有多少多少烦恼就多少死这个死这个字就是它会指使的我们跑去做就是推动我们去做叫做死这个字。大家知道哪个字吗？一个人字旁这个利官吏的利这个死这个事就是推动我们身心一直跑，好像我们无可奈何，它支持的我们，支持的我，那我们很无可奈何。这就是死这个字的含义。所以以前我还搞不懂，你说翻译死这个字，这个古人翻译很有意思。原来就是烦恼的译名他就这个烦恼译名用死这个字来表示。是什么死？贪死、嗔死、吃死，就是我们不得不被他推动，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昨天我讲那个男三女，提到有一个感叹，也不是感叹了，应该讲说我们常在关心哈，关我们这个心起心动念，然后思维无常。好，那个如果菩萨戒哈，菩萨戒起心动念起恶念，起的第一念已经就算犯戒了。就算违犯了，起的第一念就算违犯了。但是按照四分律的精神，四分律的精神，它是第二念，就是你第一念是起恶念的话，还不算违犯。第二念你去沿着第一念继续让你的恶念一直一直的扩大，扩大，那就是算违犯。好，这样就算违犯。好，但是当然这个心念的违犯是小罪了，结的是小罪了。那这小罪就是当下责心忏啊，责心忏悔啊，责备自己的心忏悔就好，这不是大罪啊。但是就是有违犯，那我们修行就是要在这个起心动念上啊去修，要防微杜渐，所以从小地方就赶快要觉察好啊，就要觉照好啊。我是哪个地方这个小地方没有照顾到的啊，赶快要进这个第一念起来的时候就赶快要觉照了。那有人就会觉得说，哦，师父啊，如果我们每天都这样子，好像苦瓜脸，每天都看着自己哈，啊，但事实上不是哈，不会这样。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结识哈，烦恼了哈，跑出来了，一直推动了我们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那比如说推动我们要去开两个小时的车子去吃臭豆腐，哈。你一天就来回就四个小时就没有了啊，这个贪食就贪吃，这个贪食就是推动我们控制不了嘛，就是一直要跑去嘛，好，控制不了啊，你就是一直要跑去啊，那是不是一个苦啊，去回来又很累，然后吃的可能还不见得满意哦，啊，只是听说很好吃而已啊，那这样子不就是一个苦吗？如果我们觉照的好的话，其实它是让我们身心越自在的，不是说把自己弄得很紧张哦，不会。一个懂得念念在觉照的人，他是会让身心越来越轻，越放松，因为那个结死，打结的结哈，死跟结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是两个不同角度在看事情。好，那我们这个结呢，就一直打开，一直打开哈。比如说看观无常，啊，观无常，啊，我好想买这栋房子，可是哎，现在经费不够，各方面不够，啊，或是说有了一栋房子要买第二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这样，啊，我们就要思考啊，去思维啊，思维这人是无常，一切带不走，何必一定要怎么样呢？哈，啊，为什么一定要啊，要把？啊，财产留那么多年，好，那这样一直思维思维思维的时候，我们身心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好，这不是很自在吗？啊，不是很自在吗？其实懂得起心动念觉照的人，他会越来越快乐的呢。啊，比如说嫉妒，我们当嫉妒心起来的时候，好，我们就赶快要把这个法的念头哈。法的那个我们所学的法，赶快提起正念，好，来对治，我们就要开始升起，啊，告诉自己要升起随喜功德之心。那这随喜功德之心一升起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嫉妒的心就慢慢的就化掉了，化掉，化掉。哎，这不是很轻松吗？啊，很轻松吗？所以觉照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常常心心念念在法上，不会让我们。不会让我们一直很紧张哈，不会这样的，反倒是越来越轻松。你的结，我们的结识就是越来越打开，越来越打开，越来越打开，然后那个烦恼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你的笑容会越来越开哈，会越来越多，对人生哈也越来越光明，也会越来越光明，哈。然后你会越来越不太在意别人对你的那个。因为我们的结识越来越打开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发现没有打开结识的很多人，我们就会有那种哎宽容之心，
那宽容之心就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深，那这悲悯心也越来越起来，好，那包容度也越来越大，好，所以大家听经闻法哈，这个日常生活的时候，一定要常常把它拿起来用，好，一定要常常拿起来用，好，你会越来会有这个法喜充满的，这个法喜充满的感觉才会啊，比较深哈，然后会这个法很落实，这个是我们好谈到的这个。好，我们看这个261页哈，中间那一段哈的中间那一段第二行啊，不受三界后有名最后生，好，出同居秽土了分段生死，名为涅槃，这是阿罗汉啊，真阿罗汉。假使时得阿罗汉的比丘尼，若闻此经，必定信受一圣，进求佛果。好，就是真的得阿罗汉的话，一定信受此闻此经，一定信受一圣，进求佛果。好，这是佛有开示这一经章的话才会这样。好，自知无名，别惑尚在，何名罗汉？边一生死犹有，何名后生？化成不死，何名究竟涅槃？好，唯有身为凡夫得四禅，未离三界难法，只为真二圣，是阿罗汉最后之身，究竟正的涅槃，不求无上正觉心，不性相，这就是真上万能。就说唯有身是凡夫啊，得到四禅天，又未离三界的游览之法，他只是定而已，只是定，他还没有离开三界的难法，他心中的烦恼只是暂时被定扶住的，这个定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大家知道吗？经不起业力的考验，所以神通抵不过业力，是真的，神通真的抵不过业力。你一个人你禅定再怎么深怎么深呢，你业来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以前那个范仲淹不是有个故事吗？跟那个吕洞宾啊，吕洞宾跟范仲淹不是有个故事，这个如果我记错的就请原谅，但是这个故事我大概知道，大概差不多这样，就说吕洞宾他有一个业，就是500年会感召一次雷击，被雷打，那么500年到了，他自己会算，他算时间要到了，这个小时准备雷要打他了，然后他在天空飞飞飞飞飞，他总要找个地方避这个雷啊，找不到。后来他眼睛往那个下面一看，说：“哦，他看到人世间有一个范仲淹，因为范仲淹他有一个官格嘛，有个格雷不打他，就是他本来就是有一个命嘛，雷打不到他，那他就。”赶快飞过来，化成一只什么小虫还是什么，就躲在范仲淹的下面，就是他趴在桌上在打困，在打盹，那个虫他就吕洞宾就飞到那个范仲淹的怀里，藏在他的怀里。这个雷公要打那个吕洞宾打不到，因为看到他是藏在范仲淹的怀里，他就不打他了，没办法。所以就这样才避开那个劫，但是这个劫避开还避开得了下面那500年吗？他还是一样哦，到最后他还是一样。所以你看哈，那个定力哈，你定力，你的禅，你的神通，就算你有再大的神通，你能避得了你的业吗？